我们学生的满意度也会开始上升，因为企业会觉得我花了这一年的时间去培训你，哎，你也可以确实的在这一年的时候，为什么他会留得住？但这个就是学校比较好玩，你用必修去钳制他，然后顺便告诉他，你只要被这个实习单位退训第一次，我就记你一次大过。这个都要先讲好，哎，这个我们都已经写在那个跟学生要签合约。不能不签，而且要拿回去请他们家长签个同意书出来。但通常家长听到哦有钱可以拿，那一份同意书都签得很爽快。那签完之后，我们就要告诉他这个严重性，因为年轻人哦，现在年轻人比较抗压性也比较低，所以他遇到的某些挫折，他可能会开始思考转职啊，或者是不干了等等。你用那个大过去压迫他，他就好吧，记大过跟那个他会权衡嘛。那我甚至第二年开始玩得更狠一点，就是只要你第一次被退训，那么我一开始我是帮你媒合嘛，所以像鼎泰丰都会来我们那边 interview，而且鼎泰丰算是里面比较拽的，他两次，他不是一次 interview，他是两次 interview 哦。第一次 interview 是看你的长相跟那个仪态哦，第二次 interview 他看你脑袋里面有没有东西。但是薪水给的不错，学生出去实习，我们在鼎泰丰的实习生大概都有39,000，很高嘞。对，所以鼎泰丰 interview 那时候真的是，这整间教室真的是快炸掉，人山人海。因为看到39,000这个，说实在话，如果我是他们，我会想要试试看。那他们就是39,000，提供10个名额，所以真的是挤爆了。那其他的大概就比较没那么好，尤其是饭店业的。连锁加盟业可能还有奖金的一个 feedback， 所以还不错，大概都有27,000、28,000。所以老实说22K，这种事情对我们看来是，今天我真的用22K去拼，我也是拼不到人的。可是我今天真的要好的人流进来，我如果只是给22K，那势必人家也留不住。好，现在如果第二次退训的，如果第二次退训就休学。你没有第二条路就休学，为什么？因为这代表这个行业不适合你。你都一次退训了，我再给你一次机会，第二次退训你休学。所以目前来讲，学校在执行这个部分都做得非常好，甚至从餐饮已经推广到这个那个商管，都开始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对，我是想问一下，就是说你现在有博友这边哈，干到店长大概要需要多少时间？干到店长大概可以领多少钱？干到店长，平均干到店长，以现在目前，以这几年我们的那个展店的速度跟规模来，其实做到店长大概是不到一年。不到一年。不到一年就到店长，那店长的底薪至少都32,000，但有的大店的，因为他的营收跟他的这个价值，保守估计大概都有将近10万，4万3左右。因为都大概都10万3，店长的等级。但是其实店长也不用干什么事，因为SOP都有，操作手册都有，甚至我们还有教育训练的那个 video， 还有我们那个公司简称 AV。所以其实对这些年轻人来讲啊，他看到都是说看到表面上，不是说他在实习那段时间啊，很辛苦，做的事情很 low， 而且的钱也很少。但是他好好干，他4年的话，一年之后，他跟他同年龄比起来不一样。第一个，他钱比他们多；第二个，他已经到管理职，到管理职就很有趣。一旦到管理职，他就年得更久，就是他将来他要往上爬的这个机会越大。但是大部分这些年轻人都没有体会或看到这一块，所以会造成是他们进这个行业会有些迟。多半在储备干部的这个阶段就阵亡了，多半在储干就阵亡。那储干大概在我们的薪资哦，在我们这个行业平均的薪资，储备干部大概都是25,000、26,000左右，大概都是这个薪资水平。好，那请教谢总，就是说你现在不是大陆3家嘛，马来西亚马上要1家，那你那个人跟那个训练怎么弄过去？对，所以我们有培训部。所以就是去中国大陆的会有一个培训部去中国大陆去教。对。
带着那一套 AV 跟 SOP。那你那边的店长刚开始也是这个泰国去的？哦，没有，我们在地区。local 还就是在经营中国大陆那一块哈，台商多半都会比较抗拒用那边的人当一些高级主管，可是这几年的大陆中国大陆的形态其实改变，那他们那边的年轻人其实进取心有啦，那你说，有一些坏习惯还是有保留住啦，那边的坏习惯还是有保留住，但是我倒是认为说，只要是如果业者担心，通常他都会把管账的跟财务的派台湾总部出去。但是这个也不对哦，等一下可能有机会再跟各位分享为什么哪里会不对、那另外就是营运的人才，他们会希望说从台湾派台干出去，可是老实说，我这样子在看哦，以我这样子已经在大陆开了三家店，跟台湾这样子比较起来来看哦。大陆同等级的人才，我只需要花三分之一不到的薪水，我就可以抓到同等级的人才。如果我花同样的薪水，我来的人甚至是可以素质高到非常的好，都高到非常的好。所以对我而言，我就会认为说，反而我在台湾把培训的所有的东西都做好，然后我一口气的到大陆去就地培训他们那边的人，那我培训部在那边待一个月，跟那些店长磨合，他有所谓的那个开店的那个 pre-open 的那个部分，那一段时间点再做一些调整。那开店之后一个月，很快他们就可以上手，大陆人很快就可以上手，包括那边的店长，像我们在那边已经有一个那个区主管了，已经有一个区经理出现了。那个区经理当初来的时候也是只不过是一个学校刚毕业的小毛头。那只是经过了差不多半年的训练而已，他已经会做超过台湾区经理在做的事情了。这个就让我，这就让我在想哦，要是那个福协那个开始开放，那我的子母公司如果互转变成陆资企业，其实把大陆的员工放来台湾，真的是比台湾的好用好几倍，真的是好用好几倍。当然这个就对不起台湾人了。所以目前我不打算怎么做，可是我就不会这么的依赖台湾的干部到中国大陆去。那请问一下，你们在大陆那个入口那个 recipe 哦，是台湾出口出去还是在当地做？在当地做，因为这个有可能会产生将来的商业机密的问题。在当地做，所以你他那个。所以是生产是独立的，跟销售这个分开，生产我们就是代工。所以也不愿意让那个什么区经理去了解那个 recipe 到底是。他不用了解。对，因为他如果了解，他生意他就可以自己创业。其实如果他了解的话，他也没有办法创业啦。因为就算他知道是哪些菌种，他也配不出那个，他也配不出那个配方。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为什么当初我会毅然决然从学校跳出来的原因，因为它有点介在食品跟生物科技的中间。那这个东西是你，即便我今天把跟大家讲说我的优格里面的菌种有哪些，我都讲出去都没关系，你要配出同样的味道来，都得花上好久好久好久的一段时间，因为它每相差1%的味道，酸度、甜度、香度。跟那个优格会有一些那种菌的那种味道都会完全不一样，那个通通会完全不一样。那所以我们公司的做法很简单，主配方我有一个研发，我有一个那个 research center 哦，打地的 center， 那么做出来之后的这个基本的配方，那么我就给雀巢做代工，现在是雀巢的那个代工厂在帮我们做代工的。那这条延伸线为什么可以延伸到大陆？因为雀巢在大陆是一个很大的企业，对，所以同样的代工厂在那边就可以帮我们从事同样的商品的生产，所以我的营运端就不会摸到任何有关于生产端的一个物品。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提到说你有5个员工招进来，只剩下留下1个，那这种的情形发生原因是什么？会有那么高的比例的离开？
可能也是跟这个那个这些说像农业或者说也有一些关联度。那我在猜想说，这个是不是可以用类似像我们那个传直销的方式哦，就是给予这个员工在过程当中，他有一些奖金制度的发放哦，或者是他的将来的年终的奖金，就是预先讲好哦，你可以留下来的话，你将来就算你的基本薪水不是跟别人比不是顶尖的，而是挺高的，可是后面的那个，当你公司如果已经有赚钱的话，是不是可以在，比方说有计奖金啊，或者那个加起来这样子，因为计奖金就看你的绩效。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是会让这些新进的或者储备干部啊，在看到他的薪资上面还不会太低啊。那这个是比较麻烦，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所担心资嘛，这样会比较方便。可是像这种我们这种流动率这么高的这个产业，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像这样的鼓励哈，让这些员工在受训的过程当中，或者在培养过程当中，能够看到他自己的一年是什么？虽然基本薪水没有那么高，后续的你可能你的业绩成效好的话，成效就会高。那当然这是应用到一些传销的技术啊，原本工业说不定可以改善像这样子流动率那么高的，或者中间要涨的这些问题。有没有考虑到像这样？有，这个我跟老师报告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公司在做那个东西叫满头奖金，嗯，哦，有几个做法。第一个就是他们现在的薪资基本上是切成三块。嗯，第一个叫做本薪，哦，第二个叫做加级，就跟他的职务调整有关，哦，尤其是在移民部，更有必要性要这样做。最后一个就叫奖金，那他们的奖金大概就是你 under 的门市的那个，对，我们门市，我们是每个月都发，哦，那个是每个月都发，而且我们是提拨15%，哦，提拨15%的盈余来做员工的奖金发放。啊，当然，还有一个比例是拆店长的，啊，店长，然后门市主任跟主干跟 PT，啊，他有四个阶层去拆解，那其实分到的应该也不少了。如果说一般外面门市是109的话，我们大概都可以拿到125，我们的 PT 都可以拿到125，但是还是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于几点哈？我们现在大概目前看来是几点？第一个就是说，年轻人对于所谓的工作的执着度，不高了。哦，这个，但这跟学校教育可能也会有关系啦。就是说，学校在做这所谓的这个企业伦理的这种类型的那个教育的情况之下，好像以前我们也会教企业伦理，我们系上也有开企业伦理，去告诉他们你要忠于企业伦理。但年轻人会觉得，啊，你这个是远古的封建思想。年轻人要做自己，他们都很喜欢做自己。那做自己就是，我看你今天，我看你主管不爽，我就离职。是他把你 fire 掉。对，是他把你 fire 掉，不是你把他 fire 掉。其实我们公司真正去 fire 掉的人很少，真的是很少，都是员工把我们 fire 掉的。对，都是员工主动把我们给 fire 掉的。那当然是跟他们的定性有关。第二个就是，年轻人有一个群聚的效应，我们也发现。年轻人群聚效应就是，比如说我们都是同班同学，那他们两个先工作，于是他们两个在王品做得不错，然后就开始回来跟我们讲，哦，王品有多好，王品有多好，然后大家就会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哇，那一票人全部都就跑去王品了，薪水降低，他们也愿意做，只不过就是为了两个字，叫做王品。所以就是工作氛围。对，品牌的知名度啦，哦，第二个就是工作的一个氛围，哦，第三个就是很重要一个就是家长的介入程度，哦，家长的介入程度。那如果家长不介入的话，像我刚刚就有讲，有些是家长告诉我们，我们小孩子不能够接受排班。那以前我就想说，以前我们小时候在打工的时候，那工厂不是都三班制，我还有去打过打烊班的，那奇怪，我爸妈那时候都没讲话，就会有这样子一个情况出现。晚上9点以后，他们是不允许小孩子在外面，只是不允许小孩子在外面打工，可是小孩子在外面玩，他们却觉得没有关系。所以，我很难去理解现在家长到底对于小孩的保护到什么样的地步了。可是这种情形在中国大陆是完全不会发生的事。
中国大陆是像我们中国大陆店要开之前，几乎每天都是到半夜三点。因为大陆的员工一般都是从外地引进的，可能就是都是自助，所以可能这个问题会比较少一点。这一点哦，这一点我要提出一个看法，就是说，其实连锁加盟到那边去哦，所谓的外地的员工，比如说我在上海开店，非上海本地的员工的比例跟上海员工的比例其实要有一个分别。我的主要干部事实上都还是要上海本地的人，一定要上海本地的人，因为所有的大陆那边其实还是有一个人亲土亲的观念的、啊哦、那他们也对于当地的规章条程等等比较熟、哦、所以一些中阶的干部还是要用当地人。你可以高阶干部是外聘没有关系，或者是最底下的那些所谓的打工仔、哦、你可以用那个云南来的啦，你可以用湖南来的啦，湖北来的啦，那都可以、哦、这个都可以，但是他还是要有一个，我们发现你要把这个东西把这事做好，你肯定是要有一个那个当地 local 的在那边，而且那个人一定至少要卡到我的职位，否则带不动，底下的全部拖不动，然后往上他也没有办法去确实的去处理好。哦、比如说地痞流氓的对于门市的骚扰，我们那个上海的店长很凶悍，因为 真的有，就是台湾没有了，台湾开街边店大概也不至于会有人去收保护费什么的，可是中国大陆会有，就是有一些小混混来就是要给你收费，结果我们那当地的那个店长是当地的，他就用上海话把他骂回去，所以那我们后来就发现，哎。那个门市都没有怎么样，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这个人在那边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润滑剂的一个角色，已经超越了他店长该有的那个职级了啦。但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用在地人的原因。你这些店都是直营的吗？直营，全部直营。对，目前有没有考虑加盟？有，目前我们在新竹有一个加盟店。已经开了是吧？对，那我们在厦门是代理商，已经开了，开在鼓浪屿。开了吗？开了。开在鼓浪屿。对，不是在那颗岛上，是在那个渡船头前面有那个步行街，旁边。中山路上面。不是在那个水仙路跟那个鹭江道交叉口啊，在那个步行街的开头那边。那个。轮渡码头那个地方，对，轮渡码头，轮渡码头，就开在那里。那你为什么要在马来西亚开店？其实原本我们一开始发展是冰品类的，就是比较冷，哦，优格一开始做出来都是比较生冷的东西，然后甜的东西。那为什么要在马来西亚开店？很简单，第一个他们吃冰，第二个他们吃甜。马来西亚的冰品哦，同一个品项啊，老师有吃过我们公司的产品哦，那。在台湾吃的那个甜度跟在同样商品在马来西亚所要用的甜度是将近5倍。5倍。五倍啊。对。真的老实说，我对于他们那种吃甜的那种观感是有点太 over 了，他们觉得吃的太 over 了、啊。因为他觉得我们的东西不甜。然后我们当场的去改良那个产品，因为研发嘛。马上调整配方给他们，他们就说不够再来，不够再来，到最后定案的那个糖度是5倍，是台湾的糖度的5倍，哦，这个现在一表弄高血压了。那他们的气候四季如夏，哦，所以冰品饮料跟所谓的清爽型的商品，对他们来讲才是大众跟主轴。所以我们才会决定毅然决然的先开放马来西亚那边。那再来，当然有一个好处就是，那边公台语买通啊。对，讲国语人家听不懂，讲台语他们还听得懂。马来西亚很多厦门。对，所以台湾跟那个台湾话跟那个闽南话跟英文在那边就可以，对，就很好做。那他们的都市的成熟度跟追寻流行的那个感受。其实也差不多，哦，也不会太差，所以我们才会毅然决然的到那个马来西亚去。好，下次安排去那边吃冰，啊，真的不错，谢谢，欢迎。好，那个我想待会。